Yo， 又翻到嚟啦，傾個傾成日，我介紹我自己，好似冇介紹過我自己，我名叫小寶。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 Chit Chit Chat Chat， 我係 Isaac 何經文。咁我收到好多網民嘅投訴啦，或者係 comment 啦，話我哋嘅節目應該咧有啲保錄㗎，或者係喺 collection 入邊，可以 YouTube 睇到啊。我哋而家盡量做緊啦嚇，希望好快好快，大家可以睇到重播啊，或者嗰啲比較方便啲嘅頻道啊，睇到我哋啦。好啦，而家就睇下睇睇相，睇睇爽啦。今日咧，我哋揀到張相咧嚇，就係關於到 YouTube 呢個廣告嘅。哦，兩個字啫，一樣嘢，嘥錢。OK， 點解嘥錢？講嚟聽下。因為佢，我唔知嗰筆錢係邊度嚟啦。傳聞啫，傳聞啫。係。佢係用咗差唔多2800萬到咧，係幾多日啊？嗰度寫住。總共係23日啦，每一日大概係40萬嘅。咁我哋阿接 USD 多啦 USD 啊，就阿接哥咧，2000多萬咧，係喺 YouTube 嗰度打個廣告咁啊，係為咗宣傳佢國家，宣傳佢自己啊，宣傳個黨咧，我哋真係唔知嘅。但好明咧，嗰個英文字係寫。跟住那支一齊前進 ，Let's move forward together with 那支 Russia。跟住那支就唔係國家，唔係 Malaysia，Malaysia 又好似冇有冇 Malaysia 嘅字入邊啊？收到 Malaysia 少少咁樣諗到，同埋國家嘅呢個國旗啦。咁啊，即係好明顯係跟住邊個前進，大家心裏有數，心裏有數啦嚇。咁啊，我唔想再講佢咗，因為好嘥錢呢個嘢。OK，next，next，OK。咁我問下你啦，如果你有機會參選嘅話，你係代表民聯？但係你屋企人咧，有一部分嘅朋友咧，或者屋企人嘅阿哥啊、阿爸都好啊，係支持另外一個黨派嘅。咁你點啊？冇嘢噶嘛，人各有志，中意投邊黨就投邊黨啦。但我會解釋多一次俾你聽啦，一次唔聽，兩次、三次 ，OK 啦。OK， 因為點解咁講咧？係因為陣間我哋接住嚟嘅嘉賓咧，佢個身份背景咧有少少奇怪喎。佢本身咧就係支持民聯嘅，咁佢阿爸咧同埋佢個細佬咧就係支持呢個國陣嘅。究竟佢陣間喺我哋嘅節目當中咧傾緊啲乜咧？我哋邀請就係雪蘭俄州第一個華人議長鄧正清先生。今集咧，令就有得傾咧，就請嚟一位外賓啦嚇。那今天的外賓呢是誰呢？他就是鄧正清先生。欢迎过来。OK， 欢迎啊！我看看你的资料，其实有一个东西，我第一个问题很想问的就是，你跟你父亲还有弟弟的那个政治背景是不一样的。他们是国政，是。然后你为何不是国政？我为何要是国政？请告诉我们，跟告诉观众，为什么？很简单的，各有所学啊，每个人都品味不同嘛。你的接触、你的环境、你的朋友是谁？你看的书是什么 ？OK， 在你们平时啊，好像家人聚会的时候啊，你们会谈政治吗？没有机会谈政治，因为我们现在呢，过去这么多年了，10多20年了，我们一年只有2次全家人聚会肯定会见面的，一个是过年，一个是清明，其他的呢就各忙各的，各忙各的，要见面要特别安排。所以见面的时候也不谈政治，见面是你很多东西谈，你的你们的兴趣是什么？我们这段期间你做了什么东西是什么 ？OK， 没有时间谈政治的，而且对我们讲呢，家人团聚在一起呢，难得聚在一起谈政治干嘛？整天都谈政治的，好，24小时政治的，回到家还能谈政治，很累。或者家庭有一个已经有一个共识系，我哋见面就唔讲政治。你的家族啊、亲戚朋友啊，他们对你们这个家庭有两种不同的派系，他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我相信他们是不要谈这个问题，因为支持哥哥也不可以，支持弟弟也不可以，所以他们就可能是暗地里投票了，就其他的就不谈了啊，就不谈了，不谈这些东西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啦，才可以威胁这个家庭的和睦，也不特别特没有刻意去做了，因为我跟我弟弟在家里两个睡大嘛，对。你要叫妹妹支持大哥还是支持二哥？叫人为难嘛。对他来讲，他可能这样想，所以他就还是不问好。会不会有时闹下脾气咁样，即系会无端端带出啲嘢？攞翻你嘅秤砣走啦！不谈政治的怎么会敢呢？咁啊好啦，咁啊，这样子好，这样子好。OK， 身为这个雪州的州议会的第一个华裔议长 ，OK， 可以分享一下，以一个华人当议长，其实有没有面对一些问题，还是 OK 吗？这个顺利吗？不容易，不要说华人，不要说嘛，就是其他种族，华人体制也不惯。专心处于议长，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议长。那么，其他的族群，包括了我们的政治的政坛里面，地方的，都有点不惯他。突然间，他长期里面是他自己的族群的人担任议长，突然间来一个的，所以会不习惯，就是有排斥，你能吗？用眼光说你能吗？
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大的难题遇到的是什么？我看他们都大家没有正面提出来，不过就那种感觉，那种你可以从身体语言来感觉啊。当然大家也不敢就表态的太明显了。很简单，就是你凭什么表态？现在整个医护里面，我从资历来讲，我是其中最高的了。是 OK， 你们不满的人最多也不是有两个三个跟我同届罢了，其他都是属于我们 junior。 对啊，在议会里面就好像在法庭里面司法界里面呢 OK 一样的，你 junior 你毕竟最 senior 你就要客气。如果硬要挑一样事情来说的话，最难忘的一个事情在当你当医长的时候是什么事情？我觉得很多这几年这五年都很精彩。精彩、最精彩的你挑一些。精彩啊，最精彩的可能就是什么变啊，是有什么，是有些东西特别以前没有，现在有了啊。没有，我看就可能就是我们成立那个听证会 Cellcam， 听证会可以上电，就是我们通过webcast 直接这个叫转播，直接直播，其实叫直播。那么很刺激的场面就是以前的官员啊，或者以前的行政议员啊，不用面对着几十台相机啊，包括这个我们的现场的总经面对回答问题啊，被我们追问逼问啊，那么那个情况是很特殊的啊，那种就我觉得这是五年来呢可能是最精彩的，就是我们有了一个跟全世界国会同样水平的一个听证会。每个人都很兴奋，不只是感政治的，没有感政治的，看到原来我们可以这样透明的，原来我们这个国家也可以做跟全世界一样的，我想这个是最精彩的部分。OK， 那如果这一次呢，你也会代表你的这个地方去竞选，暂时可以公布吗？还是暂时要秘书长签名的才知道。OK， 这样大概是哪一个州呢？应该是在原州。同一个州，对，同一个州会精打这个国会议席跟州议席吗？党主席讲了，党的中委也讲了，一人只能打一个。这一次是这样的一个策略。对，除非有特殊的状况，我看我不属于特殊的人物，所以应该不可以。你欠这当选，做人要欠嘅。OK， 这一个州呢，如果这一次呢让明年拿下的话呢，有什么改变的？如果中央，你看我们雪兰的州，可能和平城州，我们过去五年了，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改变，大家都觉得耳目一新，不同了。原来政府是可以这样好的，原来政府是可以这样做的。当然我们不是完美啊，但是我们做出了很多过去没有想到能够做到的东西。所以我相信呢，以我们这样的表现，如果去到联邦，然后根据我们现在我们，你看我们2008年做政府的时候呢，是没有这个一套完整的东西。对啊，做了政府才来做。现在我们已经有一套东西，而且经过整年的讨论，大家同意了我们应该怎么做，什么应该做。而且有了做了一届的政府的经验之后，我们知道了有一些东西是能够马上决定要做的，有一些要看账目有没有钱，不可以乱答应的。现在我们也懂得算了，我们也知道了钱从哪来，从哪里去，哪里可以吃钱的地方，我们都知道了。要怎样避免吃钱？唔系有好多人同问我，但即系如果遇到石冷嗰啲坏 B 咧，问佢哋。可不可以不要再制水了？制水很对对对，前一阵子我们有制水，制水的问题。我们没有制水啊，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？我们没有水荒，没有制水。我们之前出现那个水的问题呢，就是限制，就是好像局部性的王蛇妈祖，还有蛟来那一带。对，那个是因为他们特殊的状况，比方说，如果说水源有毒了，那当然要制水了。不过王蛇妈祖蛟来那带呢，是因为突然间你一个这个沥水站五个水泵一起坏，你说可能吗？你说你要飞机啊，你知道吗？飞机有两个引擎的，一般上有一些四个引擎。那么我问过的要两个引擎一起坏呢，那个几率是百万分之一。那我们竟然能够五个泵一起坏呢，这个很可怕的，这个可能是人所造成的。这个就是管理不当，这个私人公司是不同的管，所以我们要拿回来。所以我们治水是因为这样出现这样状况的问题，不是因为我们管理水不好，不是水不够，我们水够到淹水，所以是我们是水太多了。搞笑嘅，制水嗰阵时仲系成日日落紧雨嘅，佢话冇水啊。对，所以这个是管理的问题，而我们是以前私营化嘛，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买回来？
所以我们没有水荒的这个问题。即係如果入埋潑渣仔，我覺得制水呢樣嘢根本係冇可能再發生啦。冇可能，好嘅政府就唔發生咁嘅事。而家係以前好嘅政府俾自己人做。OK， 講到前政府啊，你對他們有什麼最不滿意的地方？就是不講道理。不分青红皂白，可以举例说明吗？我们举出的，然后以前我们做反对党，哎，我们指责人家，我们都拿出证据来。现在他指责我们家没有用证据的，他整天在讲，但是他讲拿不证据，他讲说，哎，我们这州政府的采砂公司之前，滥用给我们的就是很多舞弊，我们召开听证会 ，sell get 听证会，他们也有代表，就拖了一年多。没有人拿出一个证据，他的眼就是证据，我不需要证据，这里不是法庭，不需要证据。来说说那个心情哦 ，OK， 来届大选呢，有什么心情或者一个策略上的一些改变呢？自己本身？在我来说呢，经过了四届大选，这次是我第五次进入大选，所以就一般上筹备工作，对我的团队也知道了要做什么东西，所以就没有太紧张，但是。这次有紧张的原因就是，哎，我们这次要讲改朝换代了，是，我只要改了，哎，我们的紧张是在这里，那个目标比较大的，对对，那么要怎样去说服人家？我幸好也是因为我们做过一届州政府，所以我们去说服人家就摆成绩了，看成绩了。所以我经常去演讲讲，干事不同梦呀，啊，以前是要选政府还是要选反对党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是要选国政还是要选民意？为什么我这么讲呢？因为我举一个记者一个笑话了，好，说南京笑了吗？哎，你听我讲 ，OK， 我一个南京来选的时候，对，他骂这个，他上个礼拜来骂我们的反对党，反对党破坏政府，反对党破坏经济，反对党是破坏性的，破坏民族团结。他没有骂完，他的秘书跑上台跟他讲，他说所以不能骂反对党，因为我们是在水源州，水源州我不是反对党。对啊，所以啊，干警的模样了，你要看你在什么地方啊。哦，你回去不知道你是政府，你来选了之后你是反对党，我们才是政府。去到槟城州也是这样，去到吉打吉兰丹都这样，吉兰丹你还做了22年的反对党，所以现在我们要跟人民讲，就是要不然的话，乱改的话，人家选了个州也来跟你投反对党，我们就糟糕了。所以要讲清楚，现在是选择，不是选政府还是选反对党，现在是选国政还是选民间。OK， 那么这样的话，大家看成绩了。OK， 那你怎么看待整个马来西亚的政治氛围呢？你觉得这一次 OK， 除了之前上一届我们有5个州，然后这边4个州，OK， 这一次你觉得可以再多一点吗？那个信心有多大？从民众的反应，而且这个民众反应不只是华人而已，各民族的反应。我告诉你一个，另外一个是个实力人。好。我们在东马，我们的口号叫印尼咖喱啦。印尼咖喱啦。印尼咖喱啦。对。那我很多年没有去过东马，我进了党之后了，20年没有去过，不是没有去过东马，没有去过沙巴州。我去了沙巴州，去年去了3趟，那么都去了都是华人区，因为没有时间赶去那个土著区。那么我回来的时候呢，那么就在机场的时候嘛，那反正又当然你要放你的。手机、电脑、手机啊、电脑啊，经过那 scan， 那扫描，那我也从经过，哎，响了，叮叮叮，我就举起双手了，很自然举双手。那个警卫看到我，外币印尼咖喱啦，过。那时候你听到这样的一个，当然很兴奋，因为这个土著不可能认识我，我都没认识到土著区去，也就可见呢，他们这些就是有上网的。有跟我们的新闻跟得很紧，所以也认得你了，能就是这样才能够认得我，认得我就跟我讲印尼咖喱了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显示了，哎，我们的宣传效果已经是很好，但是有多好我不知道，但是总而言之也看到了，哎，到之前好很多了，对，以前没有感觉到东西，哎，现在感觉到了 ，OK， 啊，这个是前所未有，啊，那我现在去选区，哎，为什么现在人比有选民比以前还热情的？哎，因为大家都在讲到这个单元的最后，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对我们的来届选民，尤其是对住嗰啲后生仔咧，有啲啱出嚟做嘢，觉得选举都唔好做。因为很多年轻人，我有做过调查，他们对那个政治的那个反应是非常冷感的，而且他们说，哎，政治不管我是我不需要去投票。你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你有什么要反应的吗？年轻人要知道投票很重要。你的手机这个费用起多少？你要买汽车的价格多少？
要买物资，这些都是跟政治有关系的。因为你选了一个政府，就怎么选？买左车打右，打右对。所以就好像我们宣布了，我们如果能够成功的打进不成的话，马上要减这个，很多东西都会减价，油价要减价，车价要减，后也会被削对。上大学不用缴学费，你的学费一年是要整万块钱，不用。所以政策是关每个人的事情哦。对，每一个人都是关关那些啦。对，肯定的。好了，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 YB， 谢谢 YB， 谢谢唐水，谢谢，拜拜。Rossmann， yeah， Rossmann， 点解讲 Rossmann 咧？不如再次介绍一个新嘅牌子嘅手台包包咧，俾我嘅屋企人睇到。但系我话。呢一世我都買唔起啦，係嘅，呢個手提包包呢個錢係咪可以買到兩斤至三斤嘅 condominium 嘅？係啦，講嘢講到係鋸鋸咁樣咧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哋實在係太憤怒啦！頭先講咗老公啊，而家就講老婆嘛。佢而家咧相傳啦嚇，都係咧佢買咗呢個 Hermès Birkin 啊嘅呢個名咧，我唔 sure 係咪真係咁讀啦，因為都係第一次接觸嘅。我哋價值幾多？我未買過啲咁嘅 bag 噶嘛，我最貴嘅 bag 都係 plastic bag 啫嚇。價值係如果係 convert 咗去馬幣啊，係635,000啊。係嘅，一個好龐大嗰個數目啦嚇。我唔想講佢咗。Rossmann 唔想講佢咗。OK， 而家我哋講咧就係下一個嘉賓咧，係上集都有睇到嘅，就係喵喵領晶秒嘅訪談。繼續睇啊 ，Part Two。OK， 如果是明年執政的話，哦，你希望領袖，有什麼一個計劃啊，或者改變啊？你最想看到馬來西亞變成什麼？我支持一点，我站在我个人的领域几个领域去看。OK， 来。首先，我站在我艺人的这个角度来，我希望说上去之后呢，媒体方面公平一点。新闻自由。新闻自由之外呢，还有就是黄金时段，请给回本地的。这是政府可以控制的，这个不是给那些广告商去控制的。Okay， 第二。OK， 第二。我站在导游的那个角度去看，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导游，导游是没有导游，托盖，我想说，请尊重这个专业呢，在该有的福利定要给我们，因为我发现导游其实是没有福利的啊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我站在一个基层平民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 ，OK， 请还我们一个最低收入。这个最低收入我知道我们的前政府很努力去做这件事情，可是。我看到的数据是打不累的，虽然对于很多老板来说已经是不能承受，都有个 but 啦，就是 but， 可是我觉得太少了，还是太少，你明白吗？因为我们的今天的收入，你想看啊，我去文莱的收入啊，大概是人民的收入大概是800-900块钱，他们的钱啊，我们不要 convert 啊，可是你知道他们在他们地方吃东西啊，还有快多2块的东西，是，他的水才卖1块钱呢。他全部都是他的政府去控制这个东西，可是我们今天同样的，我不 convert， 大家不要做 convert 的这个东西。我们的我看到报纸写最低收入也是去到800-900 ，OMG 嘞，这样子的话，你这样子的话，我吃的东西是4-5块钱哦，我的油已经比文莱贵，我们1.92块已经比人家贵了，人家5毛，对不对？我们吃的东西还有水，我们的水完全没有控制嘞，一瓶水还贵过油嘞。我宁愿喝油了，这个是经济的问题，所以这个东西是政府要去做的咯。新加坡来，对你不要用恐吓的话，其实生活本来就是这样。1元一大支矿泉水，系啊，我们这里2.5块。OMG times two。Oh Malaysia great。所以我觉得在我的立场，我希望新政府 ，OK， 我希望新政府可以照顾到是人民。然后为什么旧政府你会让到我们那么悲情和生气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When hungry 就是 angry。你不可以让我这些 hungry man 啊，我们就变成 angry man。所以我们会生气哦，就是因为我饿很久了。你不要看我们这样风光，我还是这样的感觉吧 ，OK。呢个问题咧就关于乎一个民意食为天啊嘛，你养饱个人民嘅话咧，佢哋就呢个最好嘅就系嗰啲柴米油盐嗰啲嘢都系控制唔到啊。你的糖起一毛啊，起一毛就好了。很过分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糖哦，真的起一毛哦。然后啊，那个拉丁人嘛又起一毛，不是，1kg 它起1块，
然后那个一块一块全部都被去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在想，他冲那个 copy o 是不是用块的那个骨乐去冲的？他不是这样跟你讲的，总之他会跟你讲起价了，他不是取价喽。然后起价了，问题是起价了，政府你没有讲说我起这个商家的这一个价钱是 reasonable 的，可是你们卖给顾客的 customer 的那个 right 呢，是只能这个价钱，你要讲，你要 control。即而家咧，暂时一百蚊你都唔敢出街，我觉得系唔够。你没有买，我那天我深深体会了一个东西咧，在 Facebook 不是有一个两个 trolley 的，19多少年前50块可以买这样，然后现在50块可以买两样的。你知道我去文莱那一趟啊，我用文莱钱啊38块罢了啊，那我手上拿这是100文币，可是我买38块真的是一个 trolley 嘞，真的是一个 trolley， 里面有我要在那住一个礼拜的杯面啊、面包啊那些东西啊、零食啊那些 juice 啊，刚刚我买38块，我相信以你的食量的话应该是很多的。对，你可以想象那个38块。后来我在想，我38块我 convert 回我的 ringgit 啦，才大概是80块，我给你100块了，我都买不到，是足够吃你一餐罢了。我买不到跟文莱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买不到。我 convert 了啊，我已经是做 convert 了啊。了解，观众你唔使咁嘅反应，我系信你嘅，我信你真系咁讲。你要了解我们那种，明白，好辛苦啊，真系。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是很多人都说啊，我不讲政治，我不理政治，政治是敏感的。哎，不是你不理的问题，你知道没有？现在你读书也好，你是不读书也爱管你了。巴士骑一毛就是叫政治了 ，OK？ 你坐巴士骑一毛，你的车有时不限小孩，可是塞车也是政治。那些父母在中，然后给太多，可能不明白。做咩冇睇到治安咯？治安会好啲好？治安佢哋同我讲嘅，有一天我放在我的 Facebook， 就说治安为什么喵喵你要去赖政府？我就会想，治安我不赖你，我要赖谁？你明白吗？治安本来就是跟你有关的、啊，我在这个国家，你是我们聘请的。唔怪政府，怪个车嘅结构唔好咯，惊易爆咯。系咯，或者是怪什么警察没有轮班制吗？系啊，还是摩托太平咗啊？我朋友去报案，不要删了。哎，这个不是你给我的答案，或者是我们被或者是我们被香港戏骗了。就是 OK， 这个哎，然后还有什么借我家进贼，我叫警察来，你知道他连我家门都没有踩进去，他只是到我家门口，OK， 这样子看。我 berapa tadi， 我的malam tadi tiga setengah， 哦，那个 berapa masuk？ 然后我就讲，我就说，我就说，哎，怎么不进去我家呢？嗯 ，OK， 是你啊 ，OK， 对了，我就好，说完怎么样？给他，OK， 咁我要 what the fuck 呀？给他们一万零三千，哎，你低到啥子？我最完全那边，哎，香港是不是这样的哦？还有锁啊，去 check 一下，然后怎样？唔知有一个香港朋友问我，你哋呢啲警察咧，可唔可以见到你呢个警察嘅？平时做啲咩得 ？Set 我，问你啊 ，begin 啦，begin 读班啦，打啲班啦，打啲布拉格。真系，我唔知点形容我哋呢度啲，我哋呢度叫马达啦，警察啦 ，police。所以我很坚持，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想说，有时候我们一直在骂警察，拉刷，其实我觉得你们不要骂，你骂你自己。呢个我俾噶嘛？做咩你要俾佢？唔俾咪我唔得咯。嗱，所以咪留你自己咯。系好衰噶。做咩？是你们养成的咧？你们为什么不骂给的人？我你不要犯法，不是没有事。我的朋友咧，常常咧，因为他们做夜班的关系啊，晚上比较多的时候嘛，肯定会有一些 root block 的。因为有时候他们就跟我讲，我就问他们，你为什么要给钱？他们就说他们赚很多。谁赚的？就他们赚很多。警察收了，要超3万，可能是300块。所以你就我的意思就是，你就不要去做坏事了。你知道你赚不多了，然后你要去犯法。我是想说，当一个人他真的没有饭吃的时候，就没有钱去买饭吃的时候，他要选择，他会选择，哎，这个他工作，他去陪客去酒吧的嘛，酒吧的。OK 啦 ，OK， 我不是说这个是犯法跟不犯法的问题，这个是整个大问题。如果环境好了，经济好了，我们有额外的钱去给三万的话，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不会。或者我这样讲，我们不要用你讲的 pub 的，在 pub 里面做工了 ，OK？ 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。我会他做工算是少数的，我说一些大数的，好像去香港，他们知道他要喝酒，他们那一天就会坐 taxi，
他就知道我要喝酒，所以他就当他警察，他就知道说他可以免掉这个东西，你就付的士钱好过你给三万钱，对不对？那女人之间坐的士，的士几危险？系因为我们的治安咯，所以环环相扣咯。每个马来西亚坐的士又唔啱，又惊呢个，又惊嗰个，连黑人都可以驾的士。I mean, 我没有说种族歧视，可是说你怎么一个外来的都可以驾的士？不是啊，我是讲的是非洲的、啊。我没驾过。然后我想说，哎，怎么？I mean, 让我们很不安全，可是我想说，还是说回我所谓的那个拉索，是不是你讲个电话啦？你明知道这样子会讲电话买 hands free 咯， hands free 不用300块钱的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他们讲说，如果要还三万的时候很麻烦，如果他们有 reunion 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发现有三万，所以是不是要跑去部门？是不是你养成的？不是，那部门呢？他们在还这个手术把那个手续的时候也是很慢。对。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咯，不是我啦，我的朋友啦，不是啦，所以你就跟你的朋友讲，我临近了讲，我跟他讲一样东西罢了， peace work for the right， 我就跟他讲，我讲实话，我给过一次、嗯、给了那一次，我一边驾车一边哭，我哭的原因是我骂我自己，我为什么要去怂恿他们做这件事情，而且为什么我就是要做那个犯法的人，我犯法不要紧，我害他犯法，所以在我后来的事情，比如有时候真的 emergency， 我走 emergency lane 啊那些，我会跟他解释，他接受我解释的话，他让我走，我会 terima kasih， 他不会的话，三万八一，我真的是这样子。然后对方跟我讲说，Sandy Sector 啦 ，BB 八八的话，我会跟他讲说，我不要害你 ，Really， 我讲没什么 orang marah 啊 ，you rasa， it's not your fault， it's me， I give you one， so 对嘛咯，警察就。OK， 讲了，有时候我觉得道理还是可以跟他们讲的，错是错我们吗？对不对？这样我们就不要再错下去了。所以喝酒的朋友可以坐 taxi 啊，嗯，马来西亚 parking 也没很贵吧？坐巴士，那系啦，治安没问题，不要紧啦，治安就再看啦，不要出门了。咁啊，讲到女人嘅权利咧，喺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其实我们还算 OK 啦，女人还不至于卑微到那个。程度，可是当然在一些政治或者是在一些公司上，它还是一定有区别的。可是我觉得以国家大事为主，女人的权益暂时我觉得我先放一边，因为这一个课题将会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课题。这个机会来了，你会参加政治或者竞选？我以前第一个梦想，小时候第一个梦想，我就是要做。即系你讲嘢都唔错，有说服力。咁呢個唔知啦，咁就私家啦。我以前想說第一個夢想就是喺做政治家，為民服務。可是因為後來慢慢長大了，因為我第一個夢想我去不到的時候，我就選了第二個做明星啦。那哇，這個又是一個故事了，另外一個寶貝為什麼做不到 ？OK， 下一集。那我就想說，竟然做不到了。可是我今天我發現到，其實為民服務這四個字哦，未必要做政治，一定要做政治家。我今天也是可以做。所以我后来回到你问的问题，我不敢否认，以后我会不会走这条路？好明显你唔系靠摆嘅，你有实力嘅，因为你手上冇战绩噶吓，通常有战绩嗰啲咧都系摆嘅啫。Am I right？ 咁你会接受一个女人做一个统治者或者 ？Of course。我小时候的作文是我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女首相。小时候我写的，老师什么反应？我的愿没有什么反应啊，因为这是一个写的，然后来慢慢长大才知道说，哦，我也、欸、不是。如果啦，你真的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女首相啊，你会怎样改造马来西亚？唔好讲咁多，俾你成立五样嘢，即刻改五样。改五样，就是马来西亚，就是我刚才讲的人民的基本的话，人人有饭吃。对，要饭吃。这就是最低工资，那我一定要控制。然后。钱大概。以现在目前来看呢、啊，以现在目前来看，最少都要1500到1800。OK， 这个是最基本的、啊。第三样，然后再来，一样来 ，OK， 我来。准备。第三样。教育，我要做一个真的是一个全面教育，到大学为止。到大学，只要你要读，你就读；只要你能读，我们就完全免费让你读。我在 classroom 给我打人。第四样呢？我跳到四了的。不是呢 ？OK， 第三样呢？没有了。然后我再来就是基本的交通设施。最差咩？我哋嘅交通，我哋公共交通。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背包旅行的人。哦。
我就会做比较，我就会拿马来西亚跟别的国家比较。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是不容易的，所以可是在这一点需要做好它，就是说我一定要让，因为你想看啊，如果你的薪水，你在哪里？我住在山上，很也没有车是不行。会不容易去给两千多。我比较命苦，从小到大都自己驾车。还有怎样？没有啦，就 end 了啦，现在差不多了。End 差不多了。好啦，那最后还是希望大家、不是希望啦，真的要走出来投票。就像槟城这样308，就是因为每个人走出来，那很多肮脏的东西就用不到。只要我们走出去，还要带亲戚朋友一起去投票。是，这个重要。我们懂不代表我们的家人懂，那些长辈行动方便嘛，嗰啲做仔女咪做下，妈你阿姨啊，一齐投票咯。不过永远还是要记得啦，无论如何，也是要教他们进去之前先看好那个票。对。等看好了才走进去，这样子。还有什么纸架这些东西，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要去教了，一定要去教，因为这次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措施。多谢我哋嘅future prime minister。Thank you very much. 谢谢喵喵。五月五换政府。换政府。